各位 Beauty 大美人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十一月号的封面人物孟耿如。啊，我好怕失败，我好怕失败哦啦，开始。想到工作室画画，应该是煮水饺吧。每天啰哩吧嗦的，想你了，想你了啦。请去看孟耿如，去看耿如 vlog， 不用维持就先洗。你们的表情让我不是很愉悦哦。一定要是人类吗？我想变成一棵树，只要是不是很难？支持大美人永远，请支持十一月号的 Beauty 大美人哦。